停个麦，停麦，停麦去。完蛋了。玩具。到底两个也太紧张了吧？你安静点，安静点。这个有难的。安静点，安静点。下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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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有点难。下车啊！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的，但别急嘛。好，今天这个算算算那个啦，练习的部分。这个你会太慢一点了，时间都在后面三千杠，时间都在后面三千杠。下课！哎呀，我不想。下课！完蛋！下课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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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课！安静，安静，这个，安静，屏气凝神。安静，屏气凝神。哦，要不然你第一棒，你第一棒，你第一棒，出来，好，出来，你一次就完，把饭店买下来，好，送给你，好，走走走走走，乖乖，这样好，乖一点，乖乖乖 ，OK， 什么什么，加油啊，现在是第几个了？第三棒，好，乖乖可以，可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乖乖的蛮可以的，真的、哦。好，慢点，慢是他卡。第四个，第四个，再来，再来。完了，不能用手。找到那个。杰哥，杰哥，你看上去的时候不要太大声，轻点。找到字典。有了。成功奖励，我来。扣着他，扣着他，再扣着他。这一题，请看。好，第一印象，三二一 ，Go。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虽然说，博彦还是做得很烂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手球，答案是躲避球。躲避球啊，宪哥，没有，宪哥他那个年代都是手球，对啊，比较没有。其实宪哥以前都是讲手球，躲避球就是讲手球。躲避球是我们这边对啊，我们现在那个产品嘛。不，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概念，这是你们三个人的问题，因为你想想这是一个球嘛，一看就知道是球类，你如果是。对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他就躲避球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还在那里，哎，这里还稍微有没有抖动，有没有？这样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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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样子蹲着接。对，博彦还是比得很烂。其实博彦，可是对了，他是最关键了。好，来喽，来，那也只能这样喽。答案一二三，卡克洛曲啊，嘎抓。只有我不懂，宪哥什么踩到石头啊？宪哥，我想一定会有人比嘞，一定会有人比蟑螂啊！形象出来，我们又不会作弊，这是动词，宪哥，宪哥，这是动词。不是，重点是你不能偷看我的。没有，我写好，我写好了。对呀，我写好了。对呀，名词哎，名词啊，那只能哪个名词？对嘛，我就觉得应该是名词。名词啊，有啦，连同我们刚刚的名词哦，名词嘛，对呀、啊。OK， 好，3、2、1，好了，中秋节啊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恭喜答对，对啦，我超强，对啦，我刚刚那烤肉也没错啦，赏月也没错啦。对啊。